个非常简单的方式，你可以看到现在没有任何的烟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看磁吸扣这个打开来的时候，四条钢东鱼哈放进去，非常大的一个容量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烟就出来了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很简单的方式，这样子扣上去，完全就已经是扣起来了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油烟，完全是密封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怎样呢？就这样子翻过来。不只是可以拿来做煎鱼啊、煎肉啊，你今天呢要做一个很有创意的这个 French toast， 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家里不需要有那种呢，就是就是这个烤箱的，可以直接呢放在这边煎，煎也可以，煎熟也可以，然后去加面嘛。是非常的喜欢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旁边呢是有这个密封的硅胶圈，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把这些味道啦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食物原汁原味，通通呢就是锁在我们这个双面煎盘里头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简单。另外一个是我自己是觉得讲说啦，不会弄到整个厨房都是油烟味，而且嘴巴会比较破，很简单。看到了吗？Good to at home, just talk to the phone, boys go out, yeah.
是大海。Thank you.